舰的总部在这里，等一下我会经过跟你们讲。以前很多战舰都停在这里，现在都撤走了，都被守护埋下来了。哎呀，他军方放屁啊！共产党的高官啊！高官。就这样讲，放他没有办法做事。对。他以前那些军舰啊，都停在这里。啊，停在这里。